还是有点手生。啊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都一样的吃。哎，白琪老师，啊，我等白医生回来我再走呗。嗯，这个点儿他也应该回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嗯。喂，白琪霞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白琪霞，你没事吧？简书记。简书记。白琪霞，是不是七七出事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七七，刚刚抢救了你。白琪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快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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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